还能更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的抓住某一个点去进行努力，这样子的话我们提升的会更好，你们成长的历程都能看到一部戏比一部戏更好。我可能会用这个时间去学习吧，我这个时间去学习，然后在下一部戏你们看到我巨大成长，会比现在好多。好好去学学台词表演，走吧，哎，加油吧。现在我就觉得要努力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进步就是在每一次的合作，我能遇到更多厉害的人，反而进步会越大。我并不怕比如说在现场导演骂我说我什么的，这我都不怕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让我进步更快。我倒无所谓，脸皮还是蛮厚的，我不用尝试，这很正常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咱就努力嘛，对吧？努力，我这不会常来的，我要学习，不会去玩，玩学习。